昨晚一段疑似唐山打人案第三部分监控视频流出，也就是小巷中的部分。由于灯光问题，整个过程画面较为模糊，只有打骂声和女孩悲惨的哭喊声声声入耳。经过一些技术手段的处理，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段视频的真实性。我们用小巷中的几人衣服颜色与小巷外的画面进行对比，三人基本上能够对上了。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重要线索，还被打女孩一个公道，同时也希望千千万万的类似的案件能够得到彻底伸冤。